都不能干。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岗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。早晨这顿饭啊，管红烧肉的东家，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哥，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，这大早起来咋上了红烧肉呢？咋跟东家说话的啊？赶紧吃！你们呀，吃的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呀，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，干好了。大家伙一块发财，大叔家闺女啊，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？咱们呀，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啊！抬龙啊！嗯，城里那个？对，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。对，是石头的，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？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，一个人两块大洋。两块？嗯。哥，听见没有？两块大洋，赶紧吃。咱平时干那活，连个零头都挣不着，这个活咱得赚。你不吃饱肉给我？别，我这那地方啊，我看了，有点小，只能容下八个人抬。八个人？八个人也抬不动啊，连门都没有。一个人两块大洋，谁去？你想挣这钱？我想挣这钱，我想挣这钱给俺娘买点好吃的，咱这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，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星都看不着。那龙王我见过，不说上万，那也得好几千斤。你有本事挣这钱吗？吃。嘿，白花花的大洋，哎，就放在这儿啊！这么多大洋，谁去？两块大洋，一子不少的给他。哥，掌柜的，我去。你是一个，还有谁？掌柜的，要不我也试试。要一个，那我也去。哥，放我一个，待着。我去，不逞能死。战獒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！来，四魁，接着。掌柜的，算我一个。哎，好。掌柜的，算我一个吧，算我一个吧。八个人齐了吧？赶紧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。哥，你真不打算上手啊？我就是去看看，看看也好。你有你在，我心里就踏实。俊杰，你怎么还来买窗花呀？我哪能全靠你啊？我得卖点窗花，准备点饭菜。还带着呢，摘了吧，都干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将来送你个金戒指。那这个我也要，这是第一个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我听说那边抬龙王，说是八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用的都是蛮力气，哪能跟你比啊？我想去看看，你去吗？你去我就去。那，你要是跟我在一起，不怕跟别人说吗？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啥都不怕。太上老爷来了，来了！干了班的弟兄们，进去看看。龙王，曹家班请您来了。
来，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。看看看看，都看看。这么大，咋下绳子？你就算下了绳子，这也抬不动吧？哥，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斤啊！上后边去吧。哥，我替你。我得挣钱养我娘。我挣的就是你挣的，上后边去。曹老爷，这龙王太沉了，这活我干不了，还是请别人吧。哎，柱子，我走了。你咋走了？哎哥，他不干了算我正好吧。赵，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，这活啊你挑头，咱们还是按照规矩啊。弟兄们，在看咱们的了，先把龙王的供台请一边去。来来来，快出手。第一二走。哎呀，不过我说的上也不含，就是他能抬起来的话，我们就来问下。真的，就是我看他就难过我。行行。一二三。一二二老爷，你可是拍着胸脯赢下的。我知道，放下。站好啊！掌柜的，不行，要死人的。今天咱们要是栽了，往后再告密，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。站好，兄弟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啊！弟兄们，掌柜的，平日待咱不薄，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，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。请龙王起岗。一二
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正法。风水先生说了，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，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。那是自然，走着。县长大人，您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